係梁振英嚟，好，我可能唔會叫你做特首，因為你係浪彈出嚟嘅。咁咧，我一個媽咪，我兩個女，你又好啦，你三個仔女去曬英國，我啲仔女就要同嗰啲咩大陸嗰啲學校走去讀結文，跟住就要你焗佢哋成日走去翻去，一年最少翻去大陸交流一次。我就寧願咧，我啲仔女咧就好似你啲仔女咁咧，就去英國啊，去美國，去嗰啲歐洲國家睇下人哋嗰啲先進國家，就唔係走去翻大陸咯。喂，大佬，你領夠嗰啲？何小姐，你係咪想講關於即係學校交流方面嗰個話題咧？仲有，喂，你成日日日走去放寬150個人走嚟來香港。講真，我兩個小朋友，我其實做媽咪嘅，我就好唔願意咧，就見到佢咧就兩個女咧，就要同啲老豆老母咧，係講叽哩咕噜嗰啲鄉下話嗰啲爸爸媽媽咧，嗰啲咁嘅大陸落嚟嗰啲學生咧，想嚟聽下講下。我啊就住葵涌區嘅，我啊除咗住葵涌區之外咧，就我咧就成日落去荃灣嘅。而家嗰度咧就同深圳咧就冇乜分別，除咗上水係淪陷咗，係做咗水貨客嘅天堂之外咧，荃灣好多地方旺角都係淪陷曬噶啦。你究竟要賣香港賣到幾？咦，咁啊，似乎特首咧，除咗咧頭先回應咧，就係上水方面講水貨客嗰個話題之外咧，荃灣區啊、葵青區可能都真係要研究研究喎。咁啊。